女友丝袜穿搭教学。你就这么出门吗？怎么了？你不觉得缺点什么吗？缺什么？吊带、绑带、黑丝袜，信我，换。这是成绩可以啊！哎，那你帮我看看，这条码什么？蓝色牛仔配渔网，信我去。哼，是吧？我还是不重视啊，市场强度。这一套，黑色蛋糕裙配黑色蝴蝶结丝袜，去吧。那什么呀？这个呢？棕色缎光衬衣配珠光灰色珠光袜。你怎么这么懂？哇！你能记住我每条丝袜的名字啊？对呀、啊，红色长筒连体袜，外头黑吊带黑丝连裤袜，玫瑰镂空渔网袜，暗夜明珠蜘蛛网袜。黑色镂空破洞袜，白色波点萝莉袜，有点时髦。我还有一个，这条袜子看似简单，实际上一点不简单。当我把它关了灯，它就会出现发光的效果。哼，这条袜子是发光渔网提花镂空袜。不对啊，这条我都没穿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我前女友她。